己个性比较直，那无形中就会伤了人。那再加上我的职业是老师，以前在学校就是我说了就算，那进来慈济当然就不一样，我需要跟他们协调，听听大家的想法。就在静思茶道里面，能够去用一杯茶水跟人家结那一份缘，那也让自己在泡茶的过程有时间可以做醒思。原来上人说那个缘，圆满的缘跟那个人缘，那个缘是相等的，当我缘修好了，那个人缘就自然接起来了。我从2006年受证之后，就一直是投入在人文真善美这个区块。有一些新人进来的时候，在陪伴他们的过程，人家一句无心的话，很可能就让某一个人受伤。有时候就会约他喝一杯茶，我们会把上人的法也带进来。不多有。在这么多年来，自己收获最大，应该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一个互动。当我发现自己把心放宽的时候，跟人的摩擦就减少，念存就不会伤自己，所以凡事就往好的地方去想，也就慢慢能够比较圆一点点。